大家好，我嘿波波。大家好，我是波波。小伙伴们，下午波波一米哒。嗯，在中国考试迟到十五分钟的话就没有考试的资格了。重要的考试如果作弊的话，会取消你的考试资格，连续几年都没有考试资格。在韩国，如果你考完试了还没有到考试结束的时间，你必须坐在那儿等，对吧？中国的话。 除了一些考试之外，大部分的考试是你写完了就可以先离开了。我的那个年代都是这样的，所以那些学霸，叭叭叭叭叭，三十分钟、四十分钟就考完了，然后他们就走了，哦，留下我们这些普通人。<laughs> 在韩国好像就不一样了，你参加考试必须要满两个小时才可以离开，对吧？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文化。 好的，现在我们开始学习关于考试的句子。你考的怎么样？你考的怎么样？考的怎么样？考胸脯的。你考的怎么样？胸脯过 a d e l 你考得怎么样的你考得怎么样？别提了，考砸了。别提了。 考砸了，别提了。马尔都马塞哟，考砸了，羞盲缺水哟。别提了，考砸了。马尔都马塞哟，羞盲缺水哟。还行，应该能过。还行，应该能过。还行，肯恰那样，应该能过。应该能过。 应该呢, 뭐뭐 할것 같아요. 확실히 얘기할 수 없을 때는 '应该' 많이 써요. '能'할수 있다, '过' 통과하다. 应该능过 괜찮아요. 통과할 수 있을걸요. 이题都不会, 全靠蒙. 이题都不会, 全靠蒙.이티도不会이티한문제도뭐든다 모를, 하여 모른다. 이디도 모를. 한 문제도 몰라요. 全靠蒙 전靠. 全靠 모두 완전히 뭐모에게 의지하다. 蒙. 찍다. 이디도 모를. 전靠蒙. 한 문제도 몰라서 그냥 찍었어요. 기본상도 다出来了 기본상도 다다出来了. 基本上可以他，他基本就咕噜都摩登，它答出来了，答出来了，普罗斯尔，基本上都答出来了，可以他马托塞尔。听力还好，阅读太难了，作文都是乱写的。听力还好，阅读太难了。 作文都是乱写的。听力,特技还好 괜찮다。阅读, 一技太難了어렵다作文四技자문作文四技 자문。都是 자문, 모登塔亂寫的亂寫的 대충 쓰다, 마음 대로 썼어, 함부로 썼다。听力还好, 阅读太难了，作文都是乱写的。특기는근천지만일기는어려웠어요자문은그냥대충썼어요听力、阅读都答了，作文也写出来了。听力、阅读都答了，作文也写出来了。특기일기다풀었고자문도다썼어요时间不够。 后面几题没做，时间不够。后面几题没做，时间不够。시간모자라다没做못풀다时间不够，后面几题没做。시간이모자라서뒤에몇문제못풀었어요都做完了，还检查了一遍。都做完了。 还检查了一遍，都做完了。Ta prosteo。还检查了一遍，还都检查空塞一遍。Hambun 都做完了，还检查了一遍。Ta progu hambun to 空塞都 histo。我不怎么复习，都是临时抱佛脚。 我不怎么复习，都是临时抱佛脚。不怎么朴露克大姐，我하지않는다。复习복습。临时抱佛脚，临时抱佛脚。급하면부처다리를앉는다이거무슨뜻이냐면평소에준비하지않는다가일이다쳤어야급해야다。我不怎么复习。 都是临时抱佛脚。那博士查人后，飘了七几路，恐怖了很色哟。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过了。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过了。功夫不负有心人。누가든사람을배신하지않다 终于，to do，考过，过了，通过了。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过了。잘이해하셨나요？테이크로많 m e 기주세요다음번배워再见。你考的怎么样？你考的怎么样？你考的怎么样？你考的怎,怎么样？别提了。 考砸了，别提了。考砸了，别提了。考砸了，别提了。考砸了，还行，应该能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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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过一题都不会，全靠蒙。 一题都不会，全靠蒙。一题都不会，全靠蒙。一题都不会，全靠蒙。基本上都答出来了，基本上都答出来了，基本上都答出来了，基本上都答出来了。听力还好，阅读太难了。 作文都是乱写的，听力还好，阅读太难了。作文都是乱写的，听力还好，阅读太难了。作文都是乱写的，听力还好，阅读太难了。作文都是乱写的，听力、阅读都答了，作文也写出来了。 听力、阅读都答了，作文也写出来了。听力、阅读都答了，作文也写出来了。听力、阅读都答了，作文也写出来了。时间不够，后面几题都没做。时间不够，后面几题都没做。时间不够。 后面几题都没做，时间不够。后面几题都没做，都做完了，还检查了一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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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怎么复习，都是临时抱佛脚。 我不怎么复习，都是临时抱佛脚。我不怎么复习，都是临时抱佛脚。我不怎么复习，都是临时抱佛脚。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过了。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过了。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过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过了。